哎，大家好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边呢？因为我要拍摄这个我的新歌《都是我的错》的 MV， 然后这首歌的编曲是倪先生的哲安。他不是说真的，他不是一个非常难的歌，但我觉得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很难的歌。这样说应该是编曲，他本身他其实没有很复杂、嗯哦，所以其实吉他上面我觉得他没有那么难，所以我觉得平时一定可以很快可以驾驭。哦，因为我自己是那个完全不会弹吉他的，所以我等于是从零开始要跟哲安老师学一下。哦，千万不要叫老师。设定上算是有点微偷了，因为其实我手一直没有变。哎呦，哦，有刚刚有发现，哦，小细节。哦，那我现在来试一遍，看我能不能够一次就学会。好，很有音乐天分的。好 ，OK。对的吗？我觉得品质有点可能有点急。对，我觉得可以，就是我们的刷一下，然后试。哦、，OK。哦，对，在我们的练习的时候会比较稳定。OK。好，来，五六七八，刷一下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。对，这样听起来就会听起来很稳。进步了，学一次又进步。其实我今天已经练了一阵子了。我们听得出来。然后，因为这首歌我想要学吉他，是因为我 MV 里面想要用吉他来呈现。你是很用心，他那时候都已经在问说他想要买一把吉他。哇，但发现有点贵，又浪费。好，验收一下，弹得不错，刚刚听起来弹得不错。还 OK， 那、啊、就剪刚刚那段就好。对。这首歌歌名叫《都是我的错》，请问你是犯了什么错？犯了不可饶恕的错。怎么不可饶恕？没有啦，这首歌其实是在写一个对情人的一个忏悔，主要是在写一个就是一个曾经迷失自我，然后曾经堕落的人，他在为了爱而重新的勇敢振作起来。对，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变成每一个人想要跟情人道歉的时候来唱的歌。你自己本身吧，就是我自己，本身一定要道歉一下，做错了就要道歉。哦，所以通常如果是跟女朋友吵架，对，那你通常都是会先愿意道歉的。我会先愿意道歉。哦，那不错哎。内容其实就是以我为原型，就是一个迷失的音乐人，跟女朋友就是有一些摩擦，然后有一些吵架，然后最后被女朋友的爱感化，然后重新振作起来，然后也挽回了自己的爱人。演技的部分怎么样？演一个那个隐形的吉他手，其实好像也不需要太多演技啊，我就专心的对嘴做自己就好了。很像电灯泡，对，很像电灯泡啊，很亮。哎、啊，两个人谈恋爱谈的，哎，怎么又有一个人坐在那边？你他妈是小心，你 come here， 你 come here， come here， 你 come here， come here， come here， sorry， 你。狂人归来时，所有疯狂都是终极浪漫，极尽所能的狂想，要你在场。你是我唯一的毒药，就算幸福成瘾，我还是控制不了。爱你爱的最痛的情歌，往往有毒，每唱一句都是慢性中毒。那天我们要大合唱，集体成瘾，肆无忌惮。
是狂人新专辑演唱会，我的生命再煎熬也不能脱敏售票全面热卖。